的音乐剧，请你参加的时候你不要介意。我一定先等一下回家就立刻封锁你的 WhatsApp。 这什么朋友？哇，你说我一个人，我一个人陪的，还是连总一起陪的？不是才说了怎么不陪了？我们一直都可以算出大概陪多少。是是是是是。如果说真的，阿明现在做专辑，真的，如果就是完全想专辑的话，真的是老板说的，真的是会赔钱了。其实 你反正都要赔钱的嘛，那我为什么不去赔最多？然后做到一个对自己最想做的事情。所以目前算是业界赔最多的，对，大概是几位数？哇塞！如果演出算进去，大概在会到八位数了，但是我们看能不能回来。回来一点点哦，回来一个六位数样子。嗯，腰啊，是。对，这天又下雨啊。对。因为我那个医生不错，所以我就没有天气预报的人的这个的问题存在，还蛮好的。我觉得好像腰啦、脚啦，以前会担心有一些退化性的关节炎嘛。哎，人过六十岁就知道。你应该是在音乐上面了。我觉得大概是做音乐，现在虽然这个年头赚不到什么钱哦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做音乐的人其实最棒的一点就是，我们有什么烦恼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，我们一弹钢琴，我们一弹吉他，一唱歌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你甚至会把一个很糟糕、很糟糕的一个失恋的情绪啦，你失业被炒鱿鱼啦，然后甚至有亲人走掉的这种这么悲伤的事情，把它化成一首优美的旋律，变成别人可以分享的事情。我现在想多做运动啊，因为前阵子其实都有在运动，其实都有啦，跑步啊、游泳啊这样。可是因为疫情以来，你去健身房你要戴口罩，搞错，我跑步机上面我跑45分钟，你就要戴口罩。老人家会昏死在跑步机上面，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所以我最近可能会去弄个划船机啦，在家里弄啊什么这样。对，那我觉得运动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最近有时候我会一边看着，比如说是澳网嘛，澳洲 Australian Open， 澳洲公开赛不是在打网球吗？就 COVID 不是不能去吗？因为他没打疫苗吗？那我就会看着打网球或是一些运动，然后是慢慢在电视前面站着小跑步这样子，原地跑步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让人家不能动嘛，疫情让人不能动嘛，那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动，就像我手不能停止弹钢琴，不能停止弹吉他一样。对对，因为停了我脑筋就会失智，我不停就是我脑筋就还是会转，就不会失智。哇，怎么听那么快，一面就这样子，一留言就听完了，只要起身换个面。老师，所以我放安可曲，你本人会出现在现场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歌是我唱的，好像不出现也不行。也对，好神奇哦，好像看那个鬼怪哦，点蜡烛孔流就会出现这样。哎，那我买这台黑胶机，这些 dancer 也会出现在我家吗？真的？他们费用不便宜，费用不便宜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大家问候，包括线上的歌迷粉丝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大耀，很高兴跟娇娇在那又跟大家见面。有一张现场专辑，而且是黑胶。对。我的音乐剧，请你参加的时候你不要介意。我一定先等一下回家就立刻封锁你的 WhatsApp。剧或舞台剧，不信你去打听一下，我真的没有演过啦。那个机器也可以入镜啊，很漂亮的一个唱机。谢谢整个团队，包括刚刚提到的朱老师啊，乐手们，大家花了一年的时间，跑了好多的城市，穿越了时空，穿越了几十年，把这些好歌、不同的语言带给了大家，邀请大家用最传统的仪式感，一起来聆听这张安可曲。